哎、欸，这一球没有给，猛登这边有点意见。哎呦哎呦，跨栏，毕业教练跨栏出来。哦，这个时候裁判跟猛登这边有直接的一些意见交换，看到毕业教练，哇哦，好轻盈啊！毕业教练也懂跨栏，来自摄影棚的神秘力量。哎、欸，这一球没有给，猛登这边有点意见。哎呦哎呦，跨栏，毕业教练跨栏出来。哦，这个时候裁判跟猛登这边有直接的一些意见交换、啊、肯定就是在针对刚刚这个好坏球与否有些比较激烈的交锋，所以毕业教练也跨栏出来。毕业教练也懂跨栏哦。哦，猛登应该觉得是蛮不错的哦，但是主审老师就觉得太高。是。来看到毕业教练，哇哦，好轻盈啊！毕业教练也懂跨栏这个、啊、这个梗啊。因为旁边其实就是阶梯，绕一下就好了，但是毕业教练可以。我刚刚看到昂姑有那个哦，对对 对, 對，中哎中哎。猛登投出了四坏球之后呢，感觉整个脾气压起来，打进场内三垒方向的滚地球，王振顺接得漂亮，选择来传二垒，封杀了一跑二的跑者，所以谢荣豪拆弹成功，结束了魏全龙在六局下的攻势，无功而返。